妹妹深夜去朝见连长。其实啊，想参加民族军这样的事，别看我是个小排长，我也办得到。好像还送了什么东西，可别是什么定情物吧？阿凡哥，你，哎，你怎么不进来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快进来吧。这间房子原来是我的，现在是你的。有什么事就来找我，懂吗？在这儿我会保护你的。晚安，愿你做一个好梦。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，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，那时候还是挺可爱的，挺可爱啊。不过现在摆在这儿未免有点滑稽，我还是把它带走的好。妹妹，阿曼哥，你要干什么？妈妈去参加婚礼了，家里就剩你和我，明天下午我就要走了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海妮，你太可爱了，太美了，我救过你，今后你还需要我保护你，明白吗？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爱上了你。爱你，这不是我的过错。海妮，不，哥哥，不能，你不能这样。我现在要郑重告诉你，我已经爱上你了。我从来没有爱上什么姑娘，我现在感到痛苦，见不到你我是坐立不安，除非我死在你手里，我是绝不会罢休的，你听见没有？谁让你有这么一双眼睛呢？那刀以后还要还给我。
来的，你这个人真是太不害臊了。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别忘了，我是民族军的排长，有保护公民安全的义务，特别是女公民。哎，阿曼，嗯，你说话的时候最好把脸埋在水里。民族军的将士们守卫在马纳斯河畔和国民党对峙，你呢，却在这里看姑娘们洗澡。哎，姑娘们，让我们的中尉排长也洗个澡给我们看看。哎，下去，下去，走，下去。